大家好，今天呀，驱车五十公里啊，来到了这个涉县的固镇水库。到这个地方呢，第一次来，先勘察一下地形。今天风又大，找一个合适的钓位太难了。不过坑边有好多钓友啊，去看看鱼情，再问一下这个钓点哪出的好。这边咋样？环境啊，今天风太大了，今天坐的地方太顶风，肯定不行。来，露个脸。啊。呀，这钓多长时间了？九点到这儿。九点到这儿钓着鱼了没？一口没。那护子里边是啥？护的空护的，先自然护的。先这样，这禁忌啊！钓鱼不上鱼之后肯定是空军，禁忌。那我们过去了啊，嗯，这儿行不行，孙哥？水深可以一米左右是吧？还是比较浑浊，看不着底。分的还是风大。风太大，风大的，也这风太大了。玉米都没收。啊，上面还有玉米呢，这都。嗯。直接就被淹了。这都是有草鱼的地方。啊。有草鱼的地方。刮风的话，今天可能还得上草鱼。估计今天风太大了。那也有可能上草鱼。这样吧，那片水，这儿打个窝，往这边再选个窝，然后钓这边。那就擦那个草边，不是那个棒子边地边打个窝，棒子地里边打个窝。下吧，来，准备干窝了啊！地方已经选好了，不换地了，还是长杆短线打炮杆打窝。来吧，森哥，你打，我这个技术水平有限，别弄折了再。我给你打下手，嘿，我感觉今天这里边有鱼啊，底下冒泡了。这深应该是，打俩窝，今天打几个窝？看看再接着打，这不能，这俩窝不保险。你要找背风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背风啊。在这儿，搁这儿打个窝，拿米。哎，没了，留着。啊，瓶子留着。要不要打到那个高粱杆前面？俩高粱杆之间吧。嗯。亮。三个窝了，要不要再找个窝？不行，往里走走。这个地方草里脊通杀呀，不好拔呀，只有鲫鱼好欺负，只有鲫鱼能欺负哈。行，好嘞，成功，打了四个窝，现在到中午了。十一点，休息一个小时以后，等于是吃中午饭去啊，一个小时以后再过来钓，走吧。回来了啊，这窝发的有一个半小时了，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，看这几个窝，一会儿试试能不能一杆秒上鱼，支杆子。来吧，孙哥，你先上。今天我们还使的是这个大炮杆通天，线组呢是一号拉0.5，3.6米长，七星漂，单钩斗钓，挂的是红虫。这咋怎么虫子每个都挂黑头啊都？细节。啊，细节。挂黑头它不破是吧？也破。强迫症这是典型的强迫症。有点那意思吧。来，挂好虫了。来，孙哥，你先下，你下杆，风大，我也操作不好。别把虫子吹走了啊！虫子吹走了，咱就可以洗睡了。就那一包，一会儿我包住它，装起来。
不会咱今天打的四个窝都没鱼吧？挨个试呗。这还有一个窝。这还是你教我的。这个窝更适合。这还是你教我的，一个窝里边杵上个三五杆，斗他妈七八下，没口果断换窝。没口就没口，就别守了。这手深点。手也没用了。这手深点。这深。呀，这哎。不少了。因为季节的变化，天气的变化，你判断不出来鱼在哪儿，加上风向，啊，就当咱打个海竿，等会儿有鱼，它肯定下去不犹豫的就吃。什么漂不漂无所谓，只要有鱼就吃了。经常的看不着漂，一逗一提上面有鱼。今天等于是。打窝二十分钟，发窝两小时，一钓就十分钟。钓鱼三不举啊，打窝吃面走人。打窝吃饭走人。打窝吃饭下杆走人。咱还差了一个交钓费的。啊，趁老板来之前先试试口，没口赶紧走，都不用交费了是吧？哎呀，这风大，太大太大！你没问人旁边的钓手吗？没有。咱准备什么？一二三，四个人，一条都没钓着。是两个，是两个，不行。咱也不是神仙。刚才我们呀，在这个等于是固镇水库啊，整个水库转了一圈，就见到了四个人钓鱼。那头水面大水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咱也不是神仙，人家钓不着，咱能钓着。是啊，试试，再试试，再试试。海竿也没口，今儿这咋了？都没口啊！可以收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哥，给我来，让我再坚持一会儿。你再坚持，坚持。我再倒倒倒倒倒倒，不能这么轻易咱就放弃了。我试试。我，这你说竿都杵不动了。咱还没口吧？没有。坐那累不累？什么打算？一点动静没有。收吧，收吧。收收收。大家伙都钓不着鱼，咱也不是神仙。今儿风太大了，来哥，给你哥收一下。今儿就到这儿了啊，竿已经收了，实在钓不了了，风太大了。这坑里边呢，好多钓友一条没钓着，更别说我这个眼大技术差的人了，更钓不着了。今天给大家。报备一下啊，等于是出来玩来回100多公里，连吃饭花了100块钱，一条鱼没钓着。今天呢，丢人就丢到这儿了，我们要收了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